裁判员温天鹤，运动员宛同乐、关中明，二号台裁判员金炳新，运动员吴昊、赵云彪，三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刘俊言、石伟达，四号台裁判员赵爽，运动员郑宇博、张伟，五号台裁判员孙悦，运动员李忠伟、雷伟民，八号台裁判员邱铁男，运动员刘勇、孟权，九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王云、田慈，十号台裁判员贾舒淇，运动员贺文龙、宇龙海，十一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朱龙、严严。TV 十二号裁判员刘欢，记录裁判员杨志新，运动员戴勇、刘闯。十三号台裁判员杜嘉宾，运动员刘颖、张道伟。十四号台裁判员李大伟，运动员杨晓明、戴尔丹。TV 十五号台裁判员王鹏轩，记录裁判员王俊，运动员杨帆、单宏宇。十六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于光宇、于海涛。十七号台裁判员王雅琴，运动员张建海、严建博。TV 一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记录裁判员王佳慧、李智慧，运动员石汉清、郑腾。下面比赛开始。3, 2, 1, 3, 2, 1, 开始。
题。第二局刘闯还行，第二个
杨宽开球。八分九分，对。
第二局上头一胜，看第二局。八号井底带，八号井底带，第三局再有胜，二比一定推出来。八号井底带，我让火车亮。
八二九中队。第四局戴永胜比分二三。八一的。
第四局第二局在二比二。第五局刘爽胜二比三。
十秒，延时。六局。
多一带。第七局，幺三九，比分1-2。八个比赛八局刘爽先生
第五局出笼胜，比分3-2。
八局，三比三。第九局刘闯胜，比分五比四。半局动盘，半局动盘。
Thank you.
第十局第二单开始，十分快速。第十局，第二单开始，十分快速。
十二局刘闯胜。Oh, good, yeah.
Thank you.
三比一，上回一分。
十二局两场平胜。三局下后一胜，这是四局的。
重伤，我就不是小事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话我跟这个人看一下，是不是？他们到底就是我想看一下，因为你干嘛？什么？就是我想看到，别人知道了什么？这个很合理，因为他也说话，就有的时候说话。他可能记住哪个球没过线，他能记住过线的已经不错。是啊，但他都是一个我也有所保证，是吧？那也没有没有具体的指示。那我觉得有时间咱们就给你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是我经常看房子，你要给我一个解释，就是说我也要就是说看一下，我就你刚刚没有说具体。接下来怎么可能没有释放？这个是那个什么？延时啊，延时力释放，延时力。你这个他我感觉他没看清啊，我就说我因为我手里扎都是生气，是正常，但是我想看清楚一下，我是哪个是。Thank you.
战红宇开球。十七局戴永胜比分7-10，蔡俊南。换作我是第十一局刚到的陈俊南。8-9比赛。8-9空战。
要不Thank you.
八十几分。
四。那你做了吗？八十几分。八十几分。十九局，刘闯胜。十六局，十二七分。
八分钟来。二十局带有上分比分8-12。延时。
双方先生，比赛继续，第19局，最后一场。